我是小绿，今天呢，吴伯家的那百香果呢已经熟了，今天我们去帮他摘一下，因为果太多了，老人家呢比较辛苦，我们去帮一下忙。看，那天是我种下的这个空心菜，现在呢已经长出苗来了。现在呢水都已经干掉了，等一下呢再放一点水进来。因为呢现在是属于头皮果，熟的果呢不是很多，要挑一下，很多还是生的。发现一个很小的，尝一个小的，看，酸酸甜甜的，非常棒。今天早上呢就摘到了两袋多一点，我呢已经扛了一袋回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帮忙点个关注，再见。